倒杯冰爱仕咖啡加仙边草，改用高岭冰，外加法力粉，忙上来。我猜他是快攻啊，如果他是控制的话，我们应该会赢。赞 ！What the fuck？ OK。再看一些牌，看要不要打。哦，看要怎么打。这个也很好。纯粹绿牌，蛮希望再能够再祈求一次，然后也可能可以打这个，他应该会英雄能力一直把这个解掉。找一个八八，
倒计时间结束了。所以我在想要拿回这一张，还是拿回这一张，还是拿回这一张？你不觉得他打得赢？应该就爆了、啊，我们是可以几乎永动的。哦，他有愤怒，看。没人可以抵抗风暴。应该是赢了吧？我们就打笑斗好了。说实在，他死了哦，他死了。有一定的几率他会死掉感觉大部分的时候，我这里不会祈求完了。现在状况有点尴尬。哇哦，这什么鬼？
水翻腾，大雨倾盆。赞！准备看我表现。啊、这样就死了、欸、这边有一个吸血纹啊我咬人的我这样还是赢了齁还是赢了我忘记还有武器了一狙刚我在想如果说就是龙体是 AOE 的话这只会无法输出所以这只先打然后龙体有可能会给打脸无敌或者是全部加加人输出也会够刚、嗯、一个很大的重点是因为我们还没打无面孵化者所以场面上的东西不会被变成笑斗龙了。鸡排器怎么又爆炸、啊？还真的是控制哦 ，OK， 啊，还要再打一次，我忘记了，我在想，搞不好应该要祈求到满。
可以抽到虔诚的疯狂信徒，或者是抽到六飞三三祈求两次，都可以直接把这个升满。我下轮大概就直接打这张了，如果说都没抽到的话。他完全，他手上有格拉克朗才对哦，然后格拉克朗会补牌，我还没抽到五费那张。如果想要不抽牌的话，我可以大地震击自己的东西。可是他应该有格拉克朗。有格拉克朗吗？他要打龙体啊，他应该要抽到格拉克朗啊，我也记得他有拿到格拉克朗啊。哦，他在等祈求 ，OK， 总该打吧。我乃万古的感觉如何？
但我其实就赢了。啊，好可惜哦。GG。